现在去街上面找个蛋糕店，好了买个蛋糕。那个露营的话，可能就今天不知道行不行了，因为可能打包今天打包的东西比较多，可能会太晚就不能露营了。蛋糕一定要有一个的。露营烧烤是做不成了。不知道啊，得不懂什么叫打包的完了。弄快一点就行。先给你姐买个蛋糕，给她个惊喜行吗？这边都没有蛋糕，那里的蛋糕，很好。不下文细品。这个蛋糕不知道要多久，先到晚上再打包完了，刚好蛋糕应该也行了。辛苦吗？第一天打包辛苦吗？不辛苦啊，感觉怎么说，很解压，能够打包。解压，过两天发货多了，说你看你还解不解压？怕你到时候你是走人了，不干了。等到你一天你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解压。没事的，扛饿，使劲干，减肥。我们经常有时候忙的时候，经常饭都没得吃的。正常啊，这还新开的应该好。厦门西皮，这个挺好看的哦。三瓣应该够了。够了吗？不过图片大一点。还有没有其他花样的？有啊，那边有图片，拿图片给你看一下。啊。这个太高了，这个吃不了。太单调了，没有什么果了吗？这个。那你来这里选吧。这不错，比那个最好看。刚刚把蛋糕给订好了，现在就赶着回去了，因为还有100多单、200单还没发货呢。今晚要把这些单全部发完的。要不等下子你姐没看到我们两个人，就说我们去哪里偷懒了那么久不回来，不能耽误太长时间了。给他个惊喜，还挨他骂了，主要是挨骂，发挨骂。我也发他骂，我也怕。都两个大男人了，怕一个女人骂？没有办法，而且有威严的。那他在家里骂你吗？骂，也凶是吧？有看时看情况凶的，做得对他不会讲你，做得错他肯定会骂。今晚上到时候再去买一点烤串，也可以自己买肉，买那个串回来自己串也行。太麻烦了，串回来太麻烦了，现在有很多时间的。一起就直接用那个烧烤架子直接放上去就得了，都不用串的。现在过去打包先咯，赶着今晚最好是早一点收工哦。加急，直接快点弄完，毕竟生日嘛，而且要腾出时间了，要腾出点时间给他。刚刚收工。现在来市场里面看一下有什么东西买的，都关完门了。烧烤什么，小弟？都行。啊，都行，得看有什么东西烤先。哦，对，现在市场都这么少人了，还看有没有羊有串串卖的，都不、啊、这个问题，有没有串卖的都是问题。